好，上一周我们讲了DPLYR，我们叫通常叫 DeepLayer 这个套件啊，然后你看这套件其实很强大，对不对？就是那个回忆一下我们上个礼拜讲过的那个婴儿名字的这个 case 啊。那你可以看到说，这将近200万笔资料，然后我们非常轻松的几个指令这样下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最被弄用的最多的婴儿姓名，它就是按次序排列下来，被用了多少次，那总共占了多少趴，然后除了趴数之外，我们还算了它的累计趴数，对不对？哈，很简单几行指令，我们就可以把资料框做很精致的整理，对，DPLYR 这个套件主要是做这个这样。然后其实，末了我们还画了这个图，大家记得吗？就说当我们把这个前面这个 DPLYR 的这个所做的这个他所做的这个资料啊，我们把它灌到后面有个套件叫 ggplot。那基本上这是一个资料框绘图的这种套件，这样。那在这环境之下呢，它就能够把这个资料框里面的东西要把它投射到一个图像上面去。那好比说，每一个最受欢迎的女生名字，我们就把它每一年份的这个趴数，我们看到就是它每一年份的这个趴数把它打出来，所以你就看到。哦，非常受欢迎的这个，在1880年的时候，最受欢迎的名字就是玛丽，这样对不对？玛丽这个名字一直很受欢迎，它有一点退流行在中间这里。可是到二次大战的时候，它又流行起来，这样。然后之后的话就每况愈下，然后就不见了，对不对？是吧？哈，女生的名字后来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你看到像琳达，她就这样，然后杰西卡的话是这样，原则上就是珍妮佛这样，原则上女生的名字都是流行一阵，然后就不见，流行一阵就不见了。那像这样精致的这个图形呢，我们用了多少行指令？我们只要用一二三，就三行指令呢，我们其实就能够做出这样其实有非常好的互动性啊。然后实际上你不只看到图，你这样放移上去，你就看到它这个名字每一年的趴数这样，是不是这样？你还可以 zoom in 进去呀，对吧？其实这个就是现代的资料科学里面跟以往很不一样的地方哦，就是它可以很轻松的做图。你看三行指令做一张漂漂亮亮的图，然后这个图是有互动性的这样。那这是今天我们要教的重点，这样我们要教一个套件叫 ggplot，然后它基本上只是一个画图套件，然后我们会。当它画好这个图形的物件呢，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是互动图表啊。变互动图表之后，它的这个威力就变得很大。我们今天给各位的那份资料，其实是我们期中、期末都会用的资料。那拿到资料，我们一方面可以用像各位在做那个数位侦探的时候那个 case 啊，对吧？哈。像我们现在在做这个 baby name 这个 case，我们可以用 DPLYR，可以用 可以用这个什么 table tapply 去做一些资料整理，做一些资料探索。但是更强大的资料探索其实是在画图上面。那等一下各位就会感觉到这个部分这样不知道我们的那个网站好了没这样，试一下。还是没有起来哦，所以好吧，我们就继续这样讲。那这只是帮大家起个头哦，就是跟上一周的东西有一个连续性这样。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到这一周本周的这个notebook 里面来，带着大家来看我们今天要做的材料哈。你们拿得到这个礼拜的 data 吗？拿得到哈，可以哈。所以你把它解开来的话，它应该就跟04摆在同一个位置。
这样就可以了啊。好。OK， 好，那我们从 A 这个 notebook 看起。不，你可以直接从 RStudio 里面来开这个 HTML 啊，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按这个 HTML， 然后它会有一个 View in Web Browser， 对不对？按一下 View in Web， 它就开到 Browser 上面来。好，所以，在这个笔记里面，我们首先会讲一下这个 ggplot 这个套件大概是怎么样运作的这样，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是我让大家体验一下这种资料视觉化的那个主要的威力这样。天哪，今天的状况怎么这么多？好，然后首先我们用这个图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ggplot 大致的这个工作的方式这样。那我们的资料嘛，长得都像一个资料框，对不对？我们已经讲过非常多次这件事这样。我们资料长得它就会像一个资料框一样。然后在资料框上面呢，每一个横的，这样我们叫 row， 对不对？每一个 row， 每一笔资料，它其实代表一个 subject， 对不对？代表一个我们的研究标的，这样。它可能是一个学生，可能是一家公司，可能是一个顾客，可能是一个什么，这样，对吧？哈，我们研究的标的，我们研究的，我们分析的单位，这样，这是一个一个 row。那每一个栏位呢，基本上就代表这个分析单位的一个属性，对吧？学生的身高体重，考试考多少分？顾客买过多少次，平均一次买多少钱，对不对？公司他的营收啊、获利啊、什么成长啊什么的，这样对吧？所以每一个栏位的话，基本上是这个研究单位的一些标的，这样。所以这是为什么资料框很好用，因为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研究标的的一些我们有兴趣的这些属性，把它放在资料框上面。那 ggplot 这个工具啊，它基本上就是把资料框视觉化的一个，把它视觉化的一个工具这样。OK， 好，然后举一下 Iris 这个资料框啊 ，Iris 是那个上次是不是有讲过、啊，它是一种花，好像叫兰花还九尾花之类的。然后这个资料框里面总共有150朵花这样，对吧？好，然后每一朵花它的花萼跟花瓣的长度跟宽度就是它的这个，它有一个栏位叫做这个 sepal， 我忘了是花萼还是花瓣了，花萼的那个宽度跟长度，是这样啊。然后每一朵花，然后花有三种 species， 就是它有三种那个等于是它的花嘛，有那个有品种这样，三种不同品种的花，总共150朵这样。然后这张图在干什么呢？它就是把每一朵花的这个宽度跟长度分别画在每一个点，就是一朵花这样，对吧？所以视觉化的第一件事是把每一笔资料变成一个绘图元件，这样，对吧？每一笔资料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分析单位就是每一朵花，它会变成一个绘图元件，这样 ，OK。然后那么这个绘图元件它的 X 轴、Y 轴跟颜色呢，那分别就代表了它的，你看这个资料框栏位里面的 sample width、sample length 跟 species， 这样看到了吗？所以 ggplot 基本上用这种方式把一个资料框视觉化，这样，它把每一笔资料变成一个绘图的元件。然后它把每一个栏位对应到这个绘图元件的属性，这样听得懂吗？好，所以那么这张投影片上面的颜色是有意思的哈，就说蓝色的部分代表是资料，这样对吧？好，这个是水蓝色的部分代表是资料，所以 iris 是资料。
athletics 代表是对应关系这样 ，athletic 代表是对应关系 ，OK， 那所以我们的 x 轴的话是 sample width， 我们的 y 轴的话就是 sample length， 看到了吗？哦，然后我们的颜色 color 它是代表 species 这样，所以非常简短的一个指令，对不对？我们就把这个这种东西叫 aesthetic， 我们就把资料栏位跟绘图元件的属性之间的这些绘图属性之间的关系连接起来，这样 OK 啊。那点状图它其实有很多种绘图属性可以用 ，OK 啊。它除了 x 坐标、y 坐标，它还可以有颜色，可以有大小，可以有形状，对不对 ？x 坐标、y 坐标、颜色、大小、形状，所以你可以同时比较所有的资料点的五个属性，这样，对吧？我们做资料分析，其实某一个程度上来讲，其实你就是在做比较。你想要知道哪一家公司的这个营收比较高，哪一家公司的获利比较好，哪一家公司营收获利都好，哪一些公司是营收好获利不好，哪一些公司是获利好营收不好，对吧？你是在做比较。那你比较的时候，你我如果做一个 table 给你看，你其实是不容易看到的，对不对？可是我如果把它画在一张图上面，你非常清楚的看到每一个点是一家公司，对吧？用它的 x 轴、y 轴来代表它的营收、获利，是吧？然后它的颜色可能代表它的产业啊什么的，所以你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说，哦，某一个产业的营收都是比较好的，某一个产业的营收都是比较不好的，对不对？某一个产业的营收获利都是比较差的，类似像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对吧？哦，所以视觉化非常强大的一个分析方法，这样。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工具。这张图还有一地方没有讲到，就是说，我们做完了这个绿色这个部分，它基本上是在讲资料栏位跟这个资料栏位跟图形绘图属性之间的关的对应。那可是这边的话，你看这个图的话，它有一个加号，然后加号后面有一个叫 geom point， 对不对？好，因为图有很多种图嘛，对不对？有点状图啊，有点状图啊，有这个，我得找一下这到底是谁在 bug 我们这样。图的话我们有点状图啊，然后我们有折线图啊，有这个直条图这样。最主要是这三种啊，图有很多种。上礼拜你们有临过一个电板，对不对？是吗？一个电板里面就是七七板，它可以画非常多种图这样。那其实我们那没有时间把每一种都教过一遍，那我们今天就会把这三种感觉起来很简单，可是非常强大的图形教给大家，这样子，这样聊吗？好，所以后面的话，所以你现在其实只要知道这样，这个绿这边是资料，然后一旦有了资料，然后每一笔资料就会变成一个绘图的元件，然后绘图元件的属性可以变动的绘图元件属性呢，我们就是写成绿色，这边写在 AES 里面，然后绘图元件有一些属性，可好比说它的大小跟形状这样，因为它是固定的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些固定的大小形状的话，就写在这个绘图元件这里面就可以了，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再讲一遍，就是水色的部分的话是资料，然后绿色的部分的话是栏位跟绘图属性之间的对应关系，然后紫色的部分是说它要画哪一种图这样。你要画点状图就是 geom point， 你要画折线图就是 geom line， 你要做直条图就是 geom bar， 类似像这样。然后这些 attribute 的话，就是说它其实也是绘图属性，但是它不会随着栏位而变，它是固定的，我们叫 static 的 attribute 这样。OK， 所以有这个东西，你基本上就可以把资料框把它汇总，把它变成你想要的东西。你看语法其实很简单，对吧？
所以绘图的重点其实不是在语法，在于想法。你要知道说我什么东西要画在 X， 什么东西要画在 Y， 对吧？这个图的话应该要怎么画比较好？那这个其实才是我们今天要教大家的重点。这样，我再讲一遍哈，画图的语法其实不难，对不对？看着这张图你也就会了，大致这样。那绘图的重点，绘图难的地方在于想法，这样是吗？你要先想清楚到底什么东西要做 X 轴，什么东西要做 Y 轴，对吧？什么东西适合用颜色，什么东西适合用大小，这样子是吧？啊，那这些东西的 mapping 才是绘图里面最啊大家最不容易做好的地方，这样。OK， 好，那有了这些准备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啊，这些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对不对？好，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看啊。那一样啊，我们每一个这个笔记呢，那前面都有一些基本的设定，这样哈，就是帮助大家把没有装的套件装起来啦，然后把这个有一些 global 的设定，基本上都是在设定格式啊。各位如果不做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不要改它，就把它跑过就好。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就是首先就是用刚刚那个叫 IRIS 的这个资料框之所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因为有一个统计学家，他叫做 Fisher， 大家听过吗？学过统计学，大概应该都会学过这个人。这样，你们现在做的那些什么统计检定之类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他弄出来的。这样，然后他很喜欢用这个资料集，这样子。所以他这个资料集是这样，它有150朵花，然后总共有三种 species， 三种种类，然后每一朵花呢，它就记录了它的花萼跟花瓣的这个长度跟宽度这样子。OK， 好 ，sepal length， sepal width， petal length， petal width。那所以你看这个 species 有三种，对不对？每一种50朵这样 ，right？ 然后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把它画出来呢？那其实你看这语法挺容易的嘞，是吗？哈，我们刚其实已经解释过这个语法，这样，对吧？哈，然后有一个差的地方是这边我们有个叫 theme， 这样啊，就说它有设定的一些背景主题这样子啊，所以你如果不用这个 theme black white， 我们来看会发生什么事的嘛？直接看可能比较快一点啊。就这一格看起来很复杂的这一格啊，我就是建议大家就把它执行一次，然后最好就是再执行一次。那如果它是成功的，那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它就顺顺的跑完了，这样对吧？好，然后再来这边只是做 global 的设定，然后再来的话开始读资料，然后把它画出来，对不对？我们刚刚是做到这个 theme black white。那用大一点好了，这样你们是不是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不好意思啊，今天真是状况太多了，这样子。我们如果只执行到这里，其实它就会把点状图画出来了。只是这样画出来的点状图，你看它的这个图形的背景是灰色的嘛，对吧？然后它有各种不一样的背景啊、字形啊，这个就有点像是你在好比说做 PowerPoint 的时候，你可以选一个背景主题之类的。所以这个 theme 基本上是这样的意思。那现在如果说我们把它改成说，我要用 black and white 这个 theme 的话。好，那你看它现在的背景就会变白色、黑色，大概是这样，对吧？所以基本上 GGPRI 有非常多的这种类似像这样子的这种让图形变漂亮的东西，这样。
那这些东西当我们在课里面没有办法完全去讲，你通常就是看人家画一个图啊，很漂亮啊，你就把它学起来，大概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学画图要这样啊。DataCamp 里面其实有一个课程叫在教大家做 ggplot 的，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学那个课程，因为那个课程的教法它是有一点像是要先把文法跟单字教完，然后才开始画图的。画图如果这样学的话，它就会变得很无趣，对不对？变成你要记很多东西这样。那可是我觉得画图最大的重点只有一个字，就是 fun， 就是要有趣的 ，right？ 所以你是要在有趣的这个过程里面慢慢去学习它的语法，慢慢去学习它的单字这样。你这样才有办法把画图真的学好，这样好吗？哦，所以我们大概是会用这个方式，我们就不让大家去做 DataCamp 那个课程，而是其实应该要这样讲，今天这个教材你们是第一班用到的，这样子。就是以往的话，我都会用 DataCamp 在前面，然后可是我发现这样的效果很不好，因为大家上完 DataCamp 那个 ggplot 的课之后就被吓到了，这样就会觉得 ggplot 很难，这样。那这么一来的话，这个 ggplot 的威力就发挥不出来了。你必须要是慢慢进去，我觉得才是学绘图最好的方法的。所以我这个学期我等于重新做了一套教材是 for ggplot 这样。好啦，那我们看到了，对不对？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然后在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来仔细的来看一下这个点状图它的功能这样。那有人会说啊，它是点状图，有人会说它是圆点图，事实上它未必是圆点嘛，对不对？齁，它可能是呀，它可能是菱形啊，它可能是正方形的，所以它原上我们应该要叫做点状图。那点状图的目的是在什么？它基本上是在分析这个，我们把它回到这里来。点状图的重点在于，它是在分析对象之间做比较的，因为点状图嘛，所以它每一个点就代表一个分析单位的。像我们刚刚讲的，现在的话，刚刚是在每一朵花，对不对？之后各位如果研究，各位拿到那个资料的话，可能里面有顾客，对不对？每一点可以是一个顾客，这样是吧？每一点可以是一家公司，这样好。或者是说，你如果把顾客分群，那每一点可能是一个顾客分群，这样。那么这个点的大小是这个分群里面的人数，对不对？啊，这个点的 x 轴的话是它的平均购买的次数 ，y 轴的话是它的平均购买的金额，类似像这样，对吧？哦，所以点状图的好处在这里，它把我们要分析的对象变成一个点，然后用这个点的这个属性，它的 x 坐标、y 坐标、大小、颜色、形状，分别去代表这个族群的东西，这样，所以它有很多好处。那第一个好处是你拉出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说这一整片就是这个 Setosa 这个 species 啊，那你看它都是 sepal width 比较大，然后 sepal length 比较低，对不对？是吗？那蓝色的部分的话，它就这个对吧？ sepal length 比较高，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好，所以拉出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族群的，对不对？整体的关系。然后靠进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每朵花的这个属性，是不是这样？这个就是点状图的威力，是吗？它是在单位跟单位之间做比较，好不好？好，然后我们再回来我们的那个漫画人物那个比较有趣的资料集，这样好不好？哦，那我们来稍微练习一下，回忆一下那个漫画人物的资料集。那他有7250个漫画人物，对吗？然后呢，他
这个九个这个有9个这个栏位这样，那这是公司对吧？哈，漫画公司，那个人的名字，好人、坏人或者中性，眼睛颜色、头发颜色、性别是不是还活着？总共出现了多少次？第一次出现在第几年，对吧？还记得这个东西哈？我们之后还会回来用这个例子这样。我后来发现到说啊，教这个商业数据分析啊，最好就是同一个例子一直用这样。这样用久之后，大家会比较熟悉，对啊。好，所以我们先画一个简单的点状图，对吧？好，第一嘛，这是我们的资料，然后 aesthetic 这样，aesthetic 里面第一个栏位你如果不写的话，它就是 x；第二个栏位你如果不带那个这个 argument 的名称，不带参数名称的话，它就是 y 这样，xy。所以这是 y，然后这是 x，所以这是出现次数，然后这是年代。那我们不是有7250点吗？你把7250点画在这个点状图上，看起来还挺漂亮的，事实上。可是问题是你看得到什么吗？好像，首先这个点其实都揪在一起了，这样是吗？哈，然后它都沉在底下这样子。那也许你可以看上面有几个点，可是这个点到底是谁呢？这样。出现最多次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你也看不出来的，对吧？哦，所以点状图很容易开始画，可是你要画到让它变得有用的话，其实需要一些技巧的。这样，right？OK，好，那接下来我要让大家来做一些练习。这样，你们现在有这个 notebook 对不对？然后我们要大家以就是先把它做到这里来，对不对？好，先做到这一边。然后我要大家做这个练习，这样，以组为单位，好不好？然后我给大家大概这个5分钟的时间来做这个练习，这样，好不好？然后你把图画好了呢，然后最先画好的人可以把它贴到我们的那个粉丝团上面去，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奖品，这样，好不好？首先就是把。因为这个点嘛，对不对？所以我要大家把 color 变成是性别，把 shape 就是它的形状变成是好坏人这样。然后我要大家做一个我要大家在这个后面再继续加哦，就是在后面加一个 scale x log 10，就照这样写这样，对不对？啊，最后再加一个这个 face of red 这样。好吧，大家练习做看看啊，做好的人就可以把它最先做好的人先把它贴到我们的粉丝团上面，这样我们可以得一个奖品，这样好不好？好，我们的那个网站伺服器已经回来了，这样。希望这个在我们上课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今天遭遇到的问题会一个一个被解决掉，这样。有人贴回来了哈，我们看一看哈。会有开一个，老师你按一下 F，下面，老师你按一下 F 重新整，我有开一个答题区。什么意思啊？哦，有个答题区哦，对，哦，不错哎，现在还有答题没有，区。就只是开一个，让他们下面再往下拉。对的。哦，OK，好，所以这是画出来的图形的样子，对不对？哦，然后 E 又也贴了一个这样，好，所以画出来之后会变这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东西的效果，好不好？好。一个，因为你们这样一个一个加上去，你就会看到它的效果，对吧？哦，一个一个来这样。那首先是把这两个属性，对不对？加在 aesthetic 里面。
那这样，那好，然后这个东西加进去之后，你就可以再画一次看看，对不对？这样画的话，你就会看到，对不对？现在颜色变成是性别，然后 align 的话变成是好坏人，这样，来看到了吗？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东西的效果，这样。这个东西的效果是什么？加上东西这个，对不对？加上这个东西的效果是什么？哪一个同学可以讲一下？我为什么要加 scale x？ 哎，其实我写错了耶，我应该叫你们做 scale y log 10这样。对不起，这个有一个失误，这样你们就看不出来它的威力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做 scale y 等于 log 10？ 因为你现在看到大家都挤在下面，对不对？是吗？对吧？所以如果你看到你想要把这个 y 轴把它拉开的话，一个方法是这样做，各位看到它，看一下它的效果。看到了吗 ？log 有一个作用，对不对？它会因为 log 嘛，所以它到这里是 10， 到这里是 100， 到这里是 1000， 这样是吗？你如果不加这个，那你画起来它会变，所有人都挤在下面，这样是不是这样？哦。所以这个效果就是你可以把它拉长，这样子是吗？哦，我这里写错了，应该是 Y 啦，哦，就害你们看不到它的效果。然后再来的话，它还有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就比较明显，对不对？就是就说我要把它分成两个，我要把它分成这个，这好像可以指定说，这样试看看，对，你可以。你可以指定说我要画成横的，要画成直的，然后你可以分窗格这样，对吧？哦，所以，这样的话画起来的话，图是会比这个图大概是比这一张好一点，但是事实上画成这样的话，你还是很难看到它到底在干嘛这样，对吧？这图这么复杂，这样，然后而且你也不知道他这一点到底是谁，你可能对底下这些人没什么兴趣，但是你可能很想要知道上面这些到底是什么，对不对？好，那所以就像我这边讲的，就是我。说不见，那你看我们刚那样画，那图的资讯含量就变大了，对不对？我说你刚刚看到的这个图，它的资讯含量是比这一张好很多，可是资讯含量变大，你反而看不到东西了，是不是这样？因为太多东西在上面，你看不到，这样，对吧？哦，所以画图的话，它有基本上只要视觉化这一件事情啊，它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是你希望图上面的资讯含量大，第二个你要它简单清楚，这样。但这两个东西是互相矛盾的，对不对？你又要资讯含量多，你又要简单清楚，这样，这个是常常没有办法兼顾，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哦，长面放的，这个时候互动性就变得很重要的。回忆一下刚刚那个女生名称的那张图，这样，她如果不能互动的话，就变得差很多了，对不对？是吗？哈，所以如果那个点状图我们也让它能互动的话，
那基本上它资讯，它这个资讯的这种力量就会跑出来，这样好吗？好，所以我们再进入这个忍者道场，这样来做一个互动式图形，这样好吗？好，那哇啊，这个为什么坏了？这样，我再做一遍好了。啊，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我这台电脑是旧的，这样，所以它有 bug 这样。那各位来看一下这个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server 上面的应该是好的，还是我 server 上面的也？没关系，等一下啊。看一下这个啊。你们现在应该可以执行，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可不可以执行你们自己的那个 notebook， 把它 knit 起来这样，然后 knit 完之后，你把它开到你们自己的保守上，你们应该会看到一个可以互动的图形，这样，对不对？糟糕，我忘了说之前这个，我看一下这个行不行哈？哇，这上面也没有，所以我想我可以这样。哎，没关系，我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等我一下，哎，哇，这边也是没有，所以糟了，现在变成是，因为换了电脑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变得，我要怎么样才能？其实我觉得我可以这样做。这样做的话 ，OK。它旧版的。旧版的那个 R Markdown 有一些 bug， 那这种图它有时候会 render 不出来，这样子。新版的其实就没有问题，所以你们事实上现在应该都可以，你们 render 过你们自己的 HTML 应该都可以看到这个，对不对？是吗？对吗？看不到的举手，这样。你们应该都可以做出这个图来，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这个图它事实上就是一个互动的图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图来回答很多问题，这样，对吧？哈。我说，其实你看，因为它是互动的，所以我如果现在只想要看这个字，这样我有没有办法把它放大呢？好像不能这样放大，那我要怎么弄？
这样它就会放大，对不对 ？OK， 好，那所以你有一个这样的图，那我现在如果只要看男生的坏人这样，所以男生的坏人他就这样，所以你如果看一下上面这一段图形哦，就说我现在是这样做的哦，就说我这个图呢，我是把它画成这样，我在你看我先 group by publisher 对不对？意思是说，每一家漫画公司，我要选那个 top end 等于100，对不对？好 ，weight 等于 appearance。每一家漫画公司啊，我只选那个出现次数最多的100个人，这样，不然太多了，对不对？是吗？哦，我们刚讲过了，画图的话，一方面你要有资讯含量，那另一方面你要清楚，这样，那7000多点画在一张图上，你肯定什么都看不到了，是吗？哦。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说，啊，我要每一个 publisher 我选那个出现次数最多100个人这样，对吧？哦，然后我把它丢到 GG Plus 里面去，然后丢进来的时候，那个 X 的话是它的年份 ，Y 的话是它的 appearance， 它的是它的性别 ，shape 是它的好坏人，那 label 是它的名字，那这个 label 有什么用呢？你加了这个东西之后呢，你现在把名字你把它移上去，你就会看到他是谁，这样，对不对？对吧？哈，我把它换回来。那所以你现在知道说，在 DC 里面有两个出现最多的这个绿色，这个是蓝色是这个颜色是男生嘛，对不对？哈，所以这个人是谁呢？你应该有很有兴趣知道，对不对？就是等一下你看着这张图的话，然后加上这些互动性，那你应该就可以拿来回答底下这些问题，对不对？来看一下，好比说你想要知道这个人是谁，那这个人是叫什么？这个人是谁？这个是超人，对吗？然后他是1986年出来的，然后总共出现了2496次，是吗？哦，男生好人这样。那我如果想要 for some reason， 我只想要看看女生的好人里面，对不对？所以女生的好人里面出现次数最多的是谁呀？你们跟着我做看看啊！女生的好人里面在，来举手。女生的好人里面出现次数最多的是谁呀？来，讲大声点。你怎么找的？一过来就看到了，对不对？所以叫做 Susan Storm， 这是谁啊？这搞不清楚是谁的。那这个人是谁？第二多的是谁 ？Oro Marori， 这奇怪，就是这种人根本没听过这样。看个比较特别的，好的，女生的坏人这样，好不好？女生的坏人在出现次数前100的其实很少的，对吧？齁，其实只有一个人，就是这个人是谁？坏人我们好像都不太认识，这样，好吧？所以基本上是说，回到这里来啊，就是来总结我们这一节课，我想这一节我们就先讲到这一边，那然后这个我们休息一下，然后10:10我们再回来这样，好吧？好，然后趁这个机会助教你帮我把那个 HTML zip 出来，然后传给我，好吧？那趁这个机会，大家可以玩一下这个互动图形，对不对？你可以回答一些很复杂的问题，对不对？好，对。好像是 A B C 都要给你吗？对，把 A B C 重新 nick 过，在你的电脑 nick 过，然后传给我。
是你要装那个拜托拜托，今天撞我的 notebook 给坏了，然后然后网站伺服器也坏了，好吧，来你要装。你要问我问题是吗？哎，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啊，这个先关。